三周。全线旋转结束。张思阳和杨永超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非常可惜的就在于单跳上面男伴出现了失误。在双人滑的比赛当中，一个动作的纠易得分是要看两个人共同的完成程度，如果只有一个人完成的好的话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。